我们是不敢战队。我们今天考核的内容是唱歌、跳舞、rap、创作、勇气，全都考。你们的刚才的那个有一个动作，就是头发沾着水完了往上甩的那个，哦，我是真没有想到会是这种效果，反正很帅。哎呦我天，我真是看傻了都有点，尤其是菊阳的甩头发那块，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表演，非常震撼啊！还确实是今天晚上相当于是最有难度的一个，但你们真的要感谢你们自己，你们我觉得做到了。